第二十九题，一电子束由地面沿铅质的方向朝空中射出时，会受地磁影响而偏向何方前进？我们先把我们的东西南北的方向定出来。那么题目是说电子束由铅质的方向朝空中射出，我们就在这里就把它想成是出荧幕的方向。我们的电子负电是出荧幕的方向，所以正电电流的方向就是入荧幕的方向。我们知道地球的磁场方向是从南向北，于是我们的右手开掌定则就会比成像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手心掌心是朝东方，也就是它会受力朝东方偏转。所以第二十九题问我们说会受地磁的影响而偏向何方前进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东方。